3999起。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重新定义堆量，经过多半年的预热，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正式发布。联想拯救者手机 Pro 在设计上非常独特，在摄像头方面，后置摄像头在手机中心，前置侧边中置弹出式摄像头，机身三围169.17×78.48厚9.9毫米，重239克，提供赤焰战甲和炫蓝兵刃两个配色。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搭载高通骁龙965 Plus 处理器，最高 16G+256GB 配置 ，LPDDR5 内存 ，UFS3.1 内存，确保游戏性能充分发挥。此次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采用中置前摄，联想此种设计目的是为了在游戏主播直播游戏时不至于前置被遮挡，而且提供8兆传输速度。为了使游戏性能达到最佳，联想配备了 GA 游戏加速引擎，优化网络连接、多任务切换、连电等方面。通过 GA 游戏引擎，可以使 CPU 的大核性能全开，配合联想 Link Boost， 实现了游戏数据包零延迟发送，确保低网络延迟。